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已经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知不知道，把你送到医院的路上，你的心脏就已经停止跳动了。幸亏抢救的及时，要不然你早上西天了。人死过一回了，想问题的方式那就不一样了，对未来的选择啊也会不一样。今年呢，新兵马上就要下来了，咱们之间的约定你还完成得不错，你自己可想一想啊，如果你还想走呢也可以，我给你写推荐信。嗯，对，哎，咱俩说好了呀，你忘了？没忘，哪能忘？哎，回头你把这推荐信给我写好了，也不枉我出这件事。行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做到。啊，想去哪儿啊？嗯，特勤中队怎么样？你知道了。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哎，得嘞，等我回中队，我就把我那本挂历找出来，我要把我这一天住院的日子给撕了。啊，撕了。哎呦，你，哎呦，哎呦，笑什么呢？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嗯，再加800啊！我还打呀？啊啊，这么多啊！一会儿啊，再加一个肌肉注射。哦，肌肉注射，那就要打屁股了。是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呀最怕被人打屁股了，别打了吧。那也得打呀。你问问行不行？要不跟大夫说说，换别的啊，口服的。问了不行。你问问嘛。哎呀，不行。不是，要不这样，你把那针药给我啊，我喝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这人打个针怎么废话那么多呀？有这功夫啊，早给你打上了。你说你那么大的火都敢往里冲，这小小针头怕成这样，你丢不丢人？不是，你笑什么笑啊？我说他就是说你，你们到底想不想好啊？以为这住进医院就等于买房了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一会儿你也有一个肌肉注射，你可别像他那么害怕打针就行，还救火英雄呢，打个针怕成这样。哎呀，不简单啊，这儿的姑娘都这样，又漂亮又火辣。哎，安队，话说回来，你说这么大的火场你都敢进，怎么会害怕打针呢？啊，我说你害怕打针。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，跟没远似的。废话，跟你有关系。和这个魔鬼同住一间房，我才慢慢知道，原来他也有真实的那一面，这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干嘛呢，安队？得动一会儿，再不动就生锈了。我也是，真想回去打篮球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是不是想去特勤中队啊？你得加紧训练，那儿的新人挑选可严格了。怎么着，跟当初你新兵连的时候一样？新兵连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把一堆孬兵留给自己中队啊？我就算徇私我也会分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沈班长呢？他呀早就出院了。
沈阳，你腿受伤了不好好休息，你叫我过来干啥？我的伤基本上都好利索了，别担心了，我的腿啊好好的呢，你看能踢正步呢。哎，没事吧？开玩笑的。对不起啊，雪梅，没给你个像样的婚礼。我知道你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给了我，我却没有给你任何承诺。我也知道每当警铃响起的时候，对你来说都是一种煎熬，我却无法帮你分担。雪梅，这么多年一直让你为我提心吊胆的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你说像我这样一个男人只能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本来想了很多，但是一开口就又都乱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。其实只要你心里有我，我就知足了。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愿意和你一起走下去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不再是一个人了，你得为了我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好好爱惜自己。我想好了，等我干完了这期，我会退役，用退役的津贴咱们一块儿开一个比现在大十倍的米粉店，我们天天卖米粉。多少四？多少 K？ 等会儿啊，看我灭了你。你说是这住院得住到什么时候啊？伤筋动骨要100天，你瞧你这样，慢慢熬吧。哎，醒来啊！你哪弄来的？这是秘密，不要告诉别人。来呀，来，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嗯，哎呀，怎么样？辣。哎，太好了，喝点酒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身体好得快。说白了，我说，一对尖儿。安队，啊，我觉得你，我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挺好的，没事。哼，出牌吧你。你说，我去特勤中队的事来得及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哎，不过这事儿啊，就得先看你恢复情况再做决定啊。扎了。
来人了，快快快快！哎，哟，哦，护士来了，哎，干嘛呢？哎，没什么，哎，打牌呢，还能干嘛？要不要一起参与一下？少贫嘴。呵呵。哎，对了，今儿上午你不是来过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哦，一会儿啊，还有一个肌肉注射，打屁股的。又打针呢？啊，这一天打多少回针呢？我这屁股都快打成筛子了。这。你看看你，一个大男人怕打针怕成这样，真服了你了。行了，我不逗你了，今天我不是来服务你的，我是来服务他的。哦，啊，那打吧，打。我呀？我带你去做物理复健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做理疗。你一直这么躺着，肌肉会萎缩的。现在带你出去做一些基本运动，让你肌肉保持强度，明白吗？嗯。知道了。等等，这之前怎么没这项目啊？一直都有啊。不是，刚才医生来的时候怎么没说呀？哦，本来是没有，不过刚才有个人跟你的主治大夫交代过了，特意给你安排的这个项目。特意？谁啊？就是送车给你的那个人。哦。那是好事啊。哎，丁子龙，赶紧的去复健，这都是为你好啊，不要辜负了人家对你一片希望，去吧。是吧？走吧。去吧。哎，别玩了，来，赶紧。这什么味儿啊？没味儿啊。对啊，没味儿啊，有什么味儿啊？哦，男人味儿。哎，男人味儿。是酒味儿，你们喝酒了？怎么可能有酒呢？绝对不可能有酒，哪有酒啊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肯定是喝酒了，交出来。真没喝。这病房哪来的酒？这没酒。你们要不交，我就跟你们上级领导说去。哎呀，我说，王护士，你跟我们开什么玩笑？我们现在是病人，怎么能去喝酒呢？小丁，你这么不听话，对得起送你车的那个女孩吗？小心点，明儿我告诉他去。这还差不多。哟，丁子龙，你怎么回事？哦，偷偷在喝酒啊你？啊，你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不许看着我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太过分了！一个病人居然在医院里面喝酒，胆大妄为啊！对不起啊，王护士，这个，没有管教好，不要再说话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好好听医院的话，站起来做复健去。真是，你太不听话。不用，我来。来，快点，我来。喝酒了你？安队，你不用了，他推我就。以后不能这样了，影响我也生病的。对不起啊。哎叔叔，哟，小伟来了。哎呀，太有日子没见到你了，怎么了？没发烧就好。哎，怎么发烧呢？好着呢。小伟吵着要来，我也拗不过他，只好带他过来。哦，啊，对了，你那个特勤中队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啊，这不在养伤吗？估计这事儿得再延延。那就是说还是要去了。是。哟，这什么呀？给我的。是我用零花钱买的。哦，这是用来干什么的？我要是受伤了，妈妈就会用这个帮我把伤口贴上。哎呀，太乖了。好，叔叔收下了啊。来坐，等叔叔好了，我们就可以玩三人四足了。哎呀，太对了！等叔叔好了，叔叔带你去吃大汉堡、大冰淇淋，
玩大游乐场，怎么样？好，亲我一下。哎，妈妈，我就说嘛，还是安叔叔最好了，比你见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叔叔们好多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这相亲有没有合适的？什么合不合适的？其实，我觉得消防员就挺好的。田大队。你好，田大队长。你好，好久不见啊。韩露来看我，这是他儿子，叫大波。大波好。这是我女儿，甜甜。韩露阿姨好，安叔叔好。哎，田大队，坐。你呢？叫我姐姐就行了，我比你大不了几岁的。那不行的。你和安叔叔还有我爸本来就是一辈儿的，我就是晚辈啊，是吧，安叔叔？都行都行。那这样吧，那你们先忙，我带小伟出去转转。往后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尽管说，队里能帮忙的话，都会帮你。谢谢队里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，我和小伟都很好。小伟，走吧。再见，小伟。拜拜，叔叔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爸，那个安叔叔生病了，你就别批评他了啊。你就向着你安叔叔吧。哎呦，帮帮忙啊。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很失败。啊？怎么了？你说说。这顾得了队里就顾不了家里。我跟孩子的妈妈一直都很忙，所以她从小就是放着养。你看现在大的毛病倒是没有，就是很任性。嗨，我觉得其实甜甜这孩子挺懂事的，真的。她还懂事，你还好吧？啊，我没事了，没事，都很好。估计没多久我就能出院了。那出院之后呢？直接到了特勤中队报道。啊？不是，田大队，你知道我耳朵不好，你再说一遍。你确定要装作听不见吗？行，好吧。怎么这么快？还快？你已经沉了半年了。那我走了之后，八中队。怎么办？我交给刘振邦去管，手续已经在办了，还在物色一个适合的人当他的副手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八中队里面的新兵全是你跟他带出来的，我交给他去管，你有什么好不踏实的？没什么不踏实的，就是你也知道，我一直都在八中队，突然之间要离开了，好像有点别扭。往后有任务的话，你们还是会协作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说吧。其实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我之前太任性了，由着自己的性子说了很多不冷静的话，尤其是甜甜，其实你不说我也明白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我从小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，我爸也没什么时间管我，我就一个人在大院里跑来跑去的，谁知道跑着跑着就碰到了安大哥，哦，不对，是安叔叔。我都厚着脸皮喊了这么多年了，
突然要改口，我还有一点点不适应。其实呢，你不用改口的，你这样叫着别扭，我们听着也别扭啊。嗯，那以后我叫你韩姐。嗯。后来遇到了安大哥之后，我就……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嗯，反正就是小姑娘嘛，你懂的。我明白。然后我就一直骗自己，骗自己，告诉自己，如果等我长大了，他肯定会来娶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人帮我捅破了这一层我一直不想碰的窗户纸。一开始我根本不肯承认，可是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这就是事实。所以那天我真的实在是太甜甜，这件事情啊，我压根儿就没有放在心上。今天呢，既然你郑重地说出来了，那我也郑重地接受你的道歉。以后啊，大家都不提这事儿了。我呢，也年轻过，也有很傻、很痴情的时候。其实，有一个人一直都特别痴情。真的很能忍，超能克制自己的。我要是像他那样的话，我早就憋出内伤了。甜甜，我真的很羡慕你，真的。如果有些事情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，那么简单的说出来，那该多好。可是这事儿真的有那么复杂吗？慢慢来，把手松开。慢慢来，把手松开。哎，疼吗？起来吧，使劲儿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好，加油，再来，加油，慢慢的，再来一次，加油，好，用力，来，要休息一会儿吗？好，再来一次，用力，加油，用力，好，慢慢来，小心啊，小心。你不用扶我。你确定吗？没事，我去那儿。好，慢一点。慢点，
干嘛不再让我多练一会儿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以你现在的恢复程度，你练那些已经足够了。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累。累不累不是你说了算，你现在还在恢复期，你练习的量要一点一点的加，太过了反而会适得其反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就是这么严重。你是大夫，我是大夫，难不成你想让我一辈子用轮椅推着你啊？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没听清算了。再说一次吧。我说，如果我现在把手松开，你就要在这个医院再待一个月。不是这一句，我也不信你会把手松开。那我就松手了。我错了，不过你看看啊，哎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如果我告诉安队我现在能走路了，他肯定特别开心。丁子龙啊，啊，你给我坐下。怎么了嘛？你以为你是一岁大的小孩啊，能走路了不起啊？走路了不起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能飞了。哈哈，我要飞、啊、我要往那边飞，快、哎、别乱动啊你。我要往那边飞，小心点儿、哎、我要飞。哎呀，你快坐下。安顿，我现在可以自己走路了。我的脚今天包的，你看。哎，人呢？怎么了？我走了，在特勤中队等你。你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路，但是你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刚才那句话，我知道你听清楚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退我一辈子的。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普通的正常的男人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从此以后不需要成天的担惊受怕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应该找一个正常的男人过日子，可是在我的心里，重要的不是日子怎么过，是和谁在一起过日子。没事，小伟不会有事的。Thank you.
恢复，我要赶紧恢复到我的最佳状态。安队去了特勤中队，我很想去看看他在那里能玩出什么新花样。子龙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瞎折腾啥呀？赶紧到床上躺着去。妈，我真没事儿。你都昏迷六天了，还没事儿啊？这么不小心，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爸，要不是我有任务。我跟你妈第一时间就来了，让你躺下你就躺下，要是没事儿，干嘛待在医院里？躺下。来，儿子，快！你是怎么受伤的？救人的时候，房子塌了。看看你们这爷俩。你爸爸整天在天上飞，你在地上这水里来火里去的，你们爷俩真让我担心。你现在还伤成这个样子。妈，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样，还小看消防兵吗？哎呀，你也是的，儿子都伤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就别说这些了。爸说的对，之前我吵着换部队是我不好。爸，我错了。知道错了就好，来坐下。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兵也一样。我懂。这是我们的新型飞机的模型。谢谢爸。丁子龙，我带你去做复健。几点了还睡啊？张大夫不来你就偷懒了是吧？你聋了？我看你别叫丁子龙了，叫丁聋子算了。别睡了。刘队，刘队，我放好啊，记得浇水啊，别回头都干死了。好嘞，哎，报告，战斗三班丁子龙请求归队。丁子龙，哎呀，哎，你怎么，哎，你不是下个礼拜才出院吗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没必要再在医院耗着了。你真的完全都恢复了？是。臭小子，好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不错。那行，回来就回来吧。回头我让梅远他们把出院手续给你办好了。但是，你给我记着，先别着急进行训练，等身体恢复好了再说，知道了吗？好。哎，安队调走了。我知道。其实他很器重你。这段时间你好好的恢复恢复，啊！有什么要求你就直接跟我说，想吃什么就直接去找老秦，赶紧的呀，把身体调整好了，去参加特勤中队的选拔。谢谢刘队关心，不用搞特殊化，我跟大伙儿一样就行。哎呀，听我说完，这次派你和二宝去参加特勤中队的选拔，
体能训练要求很大，所以呢，必须要给你加强营养。哎，就我和二宝。是啊，每个中队就两个名额。我考虑来考虑去，觉得你跟二宝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不论是在业务上还是个人素质上，就你们两个人是最棒的，所以就把你们两个都报上去了。你给我记住，这次一定要好好表现。被特勤中队选上了，那是我们八中队的荣誉。听明白了没？听明白了。嗯，快去休息吧。是。哎，对了，刘队啊，那梅远他们，你听我说，你们一天是战友，一辈子都是战友，都是保国为民，只是所在的单位不一样罢了。哎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你们以后不论是退役也好，转业也好，天各一方也好，都不会影响你们之间战友的情分，因为你们曾经是战友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嗯。今年的新兵已经到了，你知道谁在训练吗？二宝。这个二宝训练的有模有样的，快去看看吧。哎，对了，二宝他们呀，正帮着沈阳准备婚礼，他们正愁没有帮手呢。你不是回来了吗？快去帮忙热闹一下啊！直接办婚礼啊？啊，上次沈阳的求婚仪式不是没有完成吗？大伙儿商量来商量去，干脆就直接给他们办婚礼。既然都是消防兵，干脆就在队里给沈阳和雪梅拍婚纱、办婚礼，对吧？在我们这儿。对啊，你先去忙吧，别太累着自己啊。注意休息。是。安队走了，二宝开始带兵，沈阳在拍婚纱。回到熟悉的中队，却见到这么多新鲜事儿。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一年前，我厌恶极了这里，而现在，我发现我真的离不开这儿了。振国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在那边好好的，不要担心我们。我跟你爸爸都挺好的。小伟他长高了，也懂事了，今年就要上小学了。爸爸，安叔叔带我去游乐园玩，安叔叔还说我很勇敢，我长大了也会像安叔叔那样做个英雄。一会儿真快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直是韩露带着小伟，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妈，我不哭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，那我们走了啊，走吧。嗯，妈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好吧，小伟，你陪奶奶到陵园办公室去办点事儿好吗？好。
远离呼喊，不住哭泣，见了情景，对自己说不要放弃，相信自己就会有转机，纵然不清晰，关上手机机，却勇敢挥别悲伤的阴影，就让伤痕随着时间抚平，就一直打开。